大家做这个学术报告。您这学术报告啊，您怎么还这做报告啊？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？没有，人家是听相声。听相声啊？听那玩意儿干嘛？哎，您这怎么说话？我们这是相声大会，档次低呀、啊。谁呀、啊？学术性不强啊。您说相声啊？嗯，相声也很深奥。嗯，什么毛病这是？站这儿说，可不是吗？有什么意思呀？我们这个没意思。没意思。哦，搞点学问呢。学问，你这个演员说实在的啊，嗯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迷途知返，你还可以原谅。哦，你要继续跟这行混下去啊，啊，你算是完了，你必须的啊，啊，这样吧，嗯，我带着你吧，您，你跟我，我跟你，咱们干点别的去。不是啊，我，嗯，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，我就不干这行了。我干了好几十年了，您是谁？我得了解了解。你真不认识我呀？我可不是不认识吗？孤陋寡人啊！您还要寡人呢？是怎么着？你这样得寡了。我呀，啊，什么呀？孤陋寡闻。您先把这寡闻呢？哎，孤陋寡闻呢？怎么孤陋寡闻了？你不认识我？不认识您。我是一个很著名的什么呀？二手的科学家。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？对呀、啊，啊，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？啊，你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回去买几斤报纸，好好瞧瞧。论斤瞧报纸啊！我看上你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。拿我做实验去呀、啊？不是，研究嘛，我教给你怎么研究啊。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啊，有什么办法能治啊？嗯，你跟我一块儿配合，做我的助手。哦，做您的助手。哎，研究药、砒霜、敌敌畏，都怼在一块儿啊，到底这都能治？是，弄一针，嗯，噔滋，给你打上，嗯，行，死了。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啊，什么这个药不灵？废话，还是拿我做实验呢？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？我那就帮一回忙，也就是，您再找别人嘛？啊，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？说相声的多了，您净没用的那个啊，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嘛？行了，算了吧，这您这试验做不做两可，轻视科学。您这是科学吗？这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。啊，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，没有科学家。对对对，那倒也是，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什么都得研究。您别往那堆里画，您什么科学家呀？您研究什么呀？你这倒霉德行，说实在，我是没带着崩弓子呀。哎，咔！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，人家回归自然。什么回归自然？淳朴、啊。我们有那现代化的，啊、一针你就躺下了。哎，好嘛，您拿这报仇去，合着？咱能用那个吗？啊啊，游戏啊，游戏。那游戏我受得了吗？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。什么呀？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啊，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，都是我们。科学家都楼了啊！你走到楼道里边啊，一进去，啪，灯亮了，那是声控的。我研究的，这个您研究的，你都不知道吧？那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们。是啊，我研究的。哦，研究完了之后，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。那开始没人信、啊。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，谁呀、啊？叫石富宽。小孩石富宽啊！就这闺女说实在的，不，这一会儿。活动活动啊！啊，这到这儿了，别瞎说啊！那是我师父，男的，男的是吧？对了，好、啊，他不相信我啊，他认为这个不灵。我说你跟我来，走，干嘛？咱们楼道试试。哦，一进楼道，啪，砰，亮了，灯亮了。嗯，我说怎么样，石老师？哦，佩服我吗？嗯，这东西怎么样？快说。啊，说好是好啊，嗯，干嘛打我一嘴巴呀？嗨。是拍巴掌还不行，打人呀、啊！这个都是我们研究的。哦，克隆你知道吗？克隆就叫复制嘛。哦，怎么了你？火，复制，什么毛病啊？您这是？
你别说他都知道啊，这报纸。说实在的，我很惊讶啊。一般来说啊，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，知道吗？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手里有球吗？就揉，站稳。嗨，您站稳都能说话，下次一定带封公子出来。嗨，这还不随身带着，太不尊敬科学家了。啊，您站稳都能说话就行。克隆啊，克隆，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。您一个东西复制出来，哦，高科技，啊，那是高科技。克隆，这跟你说这没用啊。啊，你也不懂这个细致的，我不了解了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，克隆还能普及，推广一下。哟啊，马上就能得，那太深奥，当时就克隆。行啊，花不了多少钱啊，三五十块钱的事儿，这么便宜啊。买一个白瓷罐子，嗯，大白瓷罐子，哦，刷干净了倒过来控控，嗯，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搁这儿啊，拿一根胶皮管，这是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，扎我肚子，哎，做血，往外做血，往外做血呀，克隆吗？做血 啊，这头扎着，啊，这头做，给鱼缸换水呢，这偷汽油也用得上，哎嗨，什么武器这都是？啊，你身上做400斤血啊？啊，没那么些，多少斤？这没那么多点吧，多点吧，还是兑水呢。拔下来，嗯，来块橡皮膏，这一贴，省得感染啊，是吧？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，和了和了啊，嗯，搁盐、葱花、姜末、味精，和了好了，搁一张你的相片啊。搁张相片啊，盖上盖，通风垫，嗯，白瓷罐上有那开关，摁下去灯就亮了，写煮饭啊啊，等着吧，等着什么？半个小时，啪，弹起来了。哦，你开盖，一个崭新的于谦出现了，克隆出来了。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。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，我还真信了。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是？科学是很严谨的，还严谨呢，不能胡来呀！啊，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，知道吗？嗯，我在科学院这些年，我跟范振钰啊、徐德亮、张文顺我们这些人，啊，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，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。讨厌，废话，怎么跟都跟说相声的研究啊？请他们来呀、啊，请他们来呀、啊！啊，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，人类需要什么，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，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。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呀！哦，什么事都得知道，天文地理、物理星象是什么没有不明白的，全懂。哎，什么叫植物？哪个叫动物？全得了解。哦，这个也要学。哎，植物啊，对吗？植物，榆柳桑槐，对，这是大柳树，树啊，这是槐树，对啊，都得知道。这动物别得了解，动物来动物了解什么呀？好，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，看图片，看资料，什么呀？学生问。老师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个狗啊，这谁都看得出来，这个你这就叫轻视科学。废话，认条狗谁不行啊？废话，街上跑当然认出来了，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？认得出来认不出来，人家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，知道吗？你偷着端出来了，你知道是什么？这认这也不算能耐，就是这是个狗啊。这个呢，老师，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。啊，驴肉啊，驴肉啊，驴火呀、啊，两片白色的物体夹着呢啊。啊，那不是烧饼吗？是不是？这都得知道，都得研究。哦，都得研究，这是浮浅的，往深处琢磨有深奥的。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，属于哪个科目？哦，它的特征是什么？嗯它怎么怎么样？一五一十全给掰扯清楚了啊！这可就细致了，外行干得了吗？这不容易。前一段时间，在美国啊，有个地名德州，知道吗？德州，山东。讨厌呢，美国德州啊，美国有个德州，德克萨斯州，这位也含糊着呢，是这么说吧？是啊，嗯，是说德州嘛，嗯，德州那儿发现了，嗯，发现一种动物，什么呀？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，什么动物？羊，
哪儿都有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他不相信科学吧？怎么了？羊是哪儿都有羊啊，长犄角啊，吃草那个，对呀、啊，跟地上跑那个，对呀、啊，众不同，什么特点？他活在树上。站在树上边，你说这羊那个爪子，你伸手看看，你看看啊，那它跟人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没这么比的，知道吗？它这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？啊，它为什么会在树上？它怎么能够上树？它的特征是什么？谁知道？整个德州啊，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。哦，德州那州长急坏了。啊，反正我不管，你们大伙儿得想这个办法。还是山东啊，这个。德州嘛是吧、啊、什么德州啊这个、你们大伙想办法吧 啊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整个样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 啊这跟鸡搁一块儿，这是咱们两大特产。哎对、啊、除了扒鸡还有羊、嗯、啊找吧，没人知道 啊最后啊有人传闲话、哦、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？是吗？最后说了，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，他知道哦啊，请来吧，让我去，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万美金，多少钱？60万美金，这要是一毛一张的 啊能数到80岁生日，吃饱了撑的吗？这不是啊？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？我不去，我很爱国呀、啊、我这个人，我不去，我知道，还就是我了解，只有您知道，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，他这个特征，他的历史渊源，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。嘿，我研究这个东西嘛，啊啊，了解，但是我不说。哎，再一个说实在的，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，也走不开，年底了，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，知道吗？我不能走，这点煤火费呢，60万美金呢、啊，你不能走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，当然了。这个我也不是保守啊，我也不是，我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，您不去也无所谓，谁爱去谁去，就对我往心里去，往心里去。哎呀，科学家，来，先生，德州那边，德州有一羊在树上，对对对，您知道怎么回事？只有我清楚。哦，那让您讲清楚了，给60万美金，60万美金，嗯、都是新票，知道吗？哎，是是是，嗯，哎，嗯，您告诉我行吗？啊，您告诉我，哦，你要学这个呀、啊？啊，对对，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美金，咱俩一人一半，哈哈，那没啊，啪，我招你了，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，我也给您报销了。这副嘴脸啊，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呐、啊？怎么了？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？我要是爱钱，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哦、还用你分我？对不对？你这叫小瞧人。少那么多！哎，别动，科学家，好嘛，你喊我，是，哎呀，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，我能跑过去，我告诉你们。你喊我，哎，是，您回来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、嗯嗯，我无意这个贬低您，哎，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，是、嗯，我就诚心诚意的吧，这么说，我跟您请教这问题，哎，好，好吧，这个态度很好，哎，又来了这个。很好，嗯嗯，我坐性你这样的啊，我坐性你这样的，人这词儿用的，这就对了。哦，搞科学研究啊，说实在，下去哪儿啊？就上来，这是做学问呢，人家坐炕上了都，这不是胡来啊。其实他们都糊涂，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。哦，就在本国呀，这个羊啊，原来咱们国家有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乱砍乱伐什么的，咱们这没有了。哦，哎，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。哦、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，嗯，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。哦，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。哦，还有个情节。哎，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，早年的大学生，嗯，哎，有一天呢，他清晨起来啊，从歌厅啊回来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大学生啊，这是？做学问去了吗？上歌厅啊？嗯，调查嘛啊！一看，哎，这个树上有一只羊，他很惊讶。嗯，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。哦，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，是什么都知道。把老爷子请出来，说这树上有只羊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老头给他一讲，他明白了、嗯，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，就知道了。哎，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，啊啊，那么我不能藏奸，您得教我。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可以，可以。我知道多少，我告诉你多少。谢谢您，好不
好？好，好比说、啊、你就是那个大学生，我就是学生，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。您是我的父亲，这是假的。哦，记住了，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。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，这。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咱们是做学问，我跟您学东西，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。好好好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，是是，贬低我的人格。哦，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啊，啪，嗨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不会小看您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哎，我为学这么个东西，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，我也冤点。你想得倒美呀、啊。啊，当一辈子儿子啊，你是熬出来了，怎么了？我怎么办呢？你跟家一坐，我上边挣钱回来你吃，门儿也没有啊！啊，作比成样，这是假的，学会了吗？会了，你走你的，啊、这事儿就拉倒了。哦，不会一辈子的，一会儿十分钟的事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表演这个人物，这就行了，知道吗？嗯、也不用你真喊。哦，当然了，啊，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，啊、心里不落忍，愿意叫我我也答应，哦、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。是啊，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，啊，我打这边来，你打这边来，啊、看见我冲我一乐，啊，爸爸您干嘛去？我洗澡去。嗯，顺口答应嘛。您甭使这个，这可没有这个、啊、没有顺口答应，抄我一个行？没有没有，无意无意无意。现在就是这个场景啊啊，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。哦，我是你的父亲。哎啊，这个老学究啊，有学问。我在书房里面在看《金瓶梅》啊。您先撂下吧，下来。您先撂下吧，撂。啊、还看《金瓶梅》呀？啊，我先研究嘛，研究嘛，研究。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的、啊？对，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啊，我在屋里边待着。你呢、哦？回来到家里来请我，是很简单啊，把我请上一问就明白了。哦，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。哦，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。哦，还要倒口。哎，很简单，拿你爹呀，你快出来吧，就这个。你行不行？要是行的话啊，嗯、咱们就来；要不行，这事儿还拉倒了。行啊，行行行，可以是吧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，没问题啊。哎，这外省话都没好。你从这边来，我上屋里等你去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叫您吧。做学问啊，哎，好好好。这六十万，你这。哎呀，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。爹呀，我，你出来呀！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！我是谁呀？怎么还说一遍啊？你是俺的爹呀！来呀！哇！哎呦，这什么模样啊？这是？哪叫儿子？爹呀！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！我是谁呀？没完了是怎么着？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啊、就这么就这么便宜，你两句话就到了，你这不耽误功夫啊？好了，还来一遍啊？你像这，爹呀，啊、你出来呀？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。哎呀，你哪叫儿子？爹呀！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！啊、我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！你心里痛快吗？我痛快不了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？我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，这是学术探讨啊！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？这个，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，出来！我这嘴也欠，我这问这干嘛呢？爹呀！啊、你出来呀！我叫你呀、啊！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俺的爹呀、啊！来呀！哎呀，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？哪叫儿子？爹呀、啊！你叫谁呀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！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俺的这个爹呀、啊！你叫我，你痛快不？我痛快痛快，痛快痛快。我痛快呀、啊！你美不？我美不了，我又得重来。说清楚了啊，老这么一回一回的。爹呀，
那叫你呀、啊？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俺的爹呀、啊？来了吧？这好嘛？什么模样、啊？这来点试试啊？爹，你叫谁呀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。我是谁呀、啊？这是俺的爹呀、啊。你叫我，你痛快不？我痛快老了，我。你叫我，你美不？我说美美啊，美说美。我美死了。你叫我什么事啊？我揍你啊！我、哎，你看，废话，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？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得问呢，我哪知道你叫我什么事啊？我演的是这人物，我知道你喊我干嘛呀？你不得问吗？啊，那跟这树上怎么有羊？你得问我，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，我告诉你。呵，这不是怨我吗？这不是你？哎呀，你说这。俺的爹呀，你出来吧。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。快来了吧，好嘛，我说您那雪橇搁门口了是吧？我这爱斯基摩那边过来了。好嘛，你叫我呀。我叫你呀。你叫我，你痛快不？我痛快接了。你美不美呀？好好，你叫我什么事啊？俺的爹呀。哎，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？因为那个事啊。对呀，你听着吧，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。我错了不是？回来吧，回来。没错啊，啊，没错。你说话，你唱什么呀？废话呀，你得配合呀。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。你有锣鼓家伙，扛个令床，一个令床。你这说实在的，但凡有帽子，我还回去一趟，你知道吗？别去了。别去了，算了吧。还有吗？算了，没有了啊！啊，你配合呀，配合我，怎么意思？扛个令堂，一个令堂，那我这扛个令堂，一个令啊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咱们找别人啊！对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好，你听着吧，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，扛个令堂，一个令堂，书房那里长成了行，扛个令堂，一个令堂，桃红柳绿多么好看，扛个令堂，一个令堂，树上落着一只羊。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，扛的令堂一个令堂，错了，应该是打打滴打打。这我怎么猜呀？你这个，这说清楚了，我这个，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？你这，这科学家太贫了，这唱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俺的爹呀、啊！你出来呀、啊！啊，你叫谁呀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！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俺的爹呀、啊！我来了！好嘛，我爸爸改义和团的了，这不怨我呀，他们又给预备的。行了，你叫我什么事啊？我这问你，这羊怎么会在树上呢？你也听着吧，爸，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，床的令床一个令床，树木老林长成了行。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，床的令床一个令床，树上落着一只羊，床的令床一个令床，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，打打滴打打，哎，对，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？对呀，你是他家傻小子，怎么回事呢？那是我抱上去的，去你！哎，坐下你，我就说我，我认识你啊，认识我，穿下上去，对对对，了不起，是著名的演员啊，不敢当，我就爱听你的相声，好喜欢听我，中国相声界第一人呢、啊，哎呦，您过奖了过奖，哪怕还给你老人家喝了个号，起了个外号呢，给我起了什么名字了？万人骑，哎，万人骑，了不起，这什么名字呀、啊？这是哪个艺术了不起？行了，怎么着？不叫万人骑，这名字太难听。我像是老先生，还有个老万人骑呢？没有啊，万人迷那叫万人迷啊！有这么一位吗？有。说相声老前辈吗？万人迷啊，八大缺德之一吗？是不是？相声八德没有缺啊，有德有德，
对对，有这位万人迷。哎，您人卡小天顿轮，哟，过奖是不是啊？太抬举我们了，到咱们那儿献言去吧。您这都什么词儿？不是，你在这儿献完了，上咱们那儿献去吧。不叫献言，那叫什么呀？表演，表演呢？哎，表演。咱们那儿准备办一个大型的文艺晚饭，对吧？吃饭去呀？文艺晚饭吗？文艺晚会。会啊，晚会去吧，堂子都预备好了，洗澡的似的，堂子嘛，你们演出的堂子嘛，园子剧场，园子该叫园子的，一直就叫园子，叫园子是园子，园子到南边去吧，行吧，找你费的劲啊，就是啊，北京监狱去好几趟，哪儿找你这个演员弄完了，上监狱您是找不着我，看守所那边累着呢。我们不去那地方，还得麻烦您个事儿啊。又怎么了？我们啊，就想让您帮个忙，找找演员。哦，您想让我们帮您设场，能做吗？没问题，可以吗？找我就行。相声不要您这一场了啊？哦，就我们一场，别的不要了。哦，别人说相声，咱们看不上，不喜欢他们，谁也不留您设的好啊。你就太爱我们，咱们上回找来了。是啊，找俩演员。哦。快的跟那个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啊！我一段没说完，咱们全村人全哭混过去了，哭了，俺奶都背过气去了。哎呦，越听越惨呐！啊，想起日本鬼子进中国来了，这倒嘛！大夫也说这个岁数不能听相声。啊，其实人家演员挺卖力气，用功嘛，激昂慷慨，啊，催人尿下。尿下呀！哦，跟十郎宋似的啊！咱们接受不了，改听您的相声。我去就行。这个影视圈的弄着吧，演电影拍电视剧的那个认识吗？我们都有朋友。这什么人啊？是是是，您受累吧，我帮您约。演电影的唱歌的都弄着啊。您找谁呀、啊？莫文蔚。莫文蔚，莫文蔚啊。嗯，小王家。是是是，好角啊。对，长得不是天子国色，我不挺漂亮。他那模样也够150人看半年的。敢想敢说敢看敢说啊，敢说也能跟着大大的放哨的搂搂抱抱啊，也能穿得挺高贵的给老大出去谈生意去。哦，有他在，影视圈精神面貌特别的好。这是莫文蔚啊，你先问一回吧。我哪儿问？我要问莫文蔚是吧？您说那是香港的是吧？香港的，香港的离得太远了，这我们找不着，这个找不着啊啊。陈小春，陈小春，陈小春，这不也是香港的吗？演那个韦小宝去。对，那可爱看的，喜欢他这个小子，最没出演的，谁跟他下不溜饭饭？什么词儿？没上过学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他是聪明，哦，奋发图强的精神，打出一派混天来。哦，不懂就问，不行自个儿成为娃娃。嗯，这种勇于承认自身错误的、嗯、这种心态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啊。哦，这好，弄着吧。嗨。那不也香港的吗？这也不行啊，香港太远，我们跟他没关系啊。我闹的，你这是刘德华行不？您还喜欢刘德华？还喜欢刘德华呀？哦，咱们就是呢。啊，对，漂亮。你们这个圈也不能个零个都像你是五大三粗，啥人不好啊？我招你们似的，得有几个这个细粮食过去了。细粮食？什么叫细粮食？这小伙子多精神啊！头发梳的一丝不苟，穿个小鞋装，戴个小领带，小皮鞋往这一坐啊，老老实实、稳稳当当的。你们闹你们，人家老老实实的，抽烟卷、擦皮鞋、看毛片，不搅和。不搅和了！哎呦，你喜欢的都什么人呢？这表演吗？看，我可爱，唱歌也好啊。这唱歌好，神莫测演不了了。哦，哎呀，您都您看不清人家那个墨镜，什么牌子？倒在怀里，那多少大娘们都上拉当了。你喜欢的这都什么呀？找一个吧，找一个刘德华呀！啊，跟您这么说得了啊，不找太远的，香港的，你也找错人了吧？我找一个全不认识的，你这哪行呀？这你得有俩香港的太太，你知道吗？这香港的也不是都不认识、啊，你也认识啊？也认识那么一位，也就是夏溜溜那个认识，不聊大哥，你知道吗？香港不认识一位大哥，这是谁呀、啊？陈慧琳。哎，我的娘啊！哎，这个，哎，快点，我就怎么回事？还认识陈慧琳呢？陈慧琳啊，我就喜欢陈慧琳。
先来五百钱的我哥呢。那您先没本去，多想，这是外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多想，想得多。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啊，何况这个岁数，这个心里干不了坏事，一脱袜子就穿去了。你看事儿吧，能找啊？能找，这个就能找一个。哎，这个大路子能找吗？哎，你要说大路子怎么能找？啊，能找啊？哎，能找，找点那个女演员吧。呵，男的别找了，我们可认识的都是那个青春美少女型的。那跟女的俩，哎。也太人类了，哪会有青春的啊？您说的现在没有了，是吗？能是这儿找青春的啊？你找红龙还难呢。我跟买车似的，你看车这个新呐，一看里程表都开他娘的八万多公里了。那比我还明白呢。你说我着吧，反正找了，你说我着吧，哎。那还能找吧？咋的？吃饱饭呗。嗯，吃饱饭。饭拿着个板儿，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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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欢迎欢迎啊！您还甭这么找了啊，后台就有。您这个组织还要饭呢？现在没有这个，这叫快板书。对对对，还有快板。对对，能找吧？有，要一个啊，要一个。嗯，还有那个，那个那个玩意儿，哪玩意儿？就那个嘴。说上面啊，一会儿是个猪，一会儿是个狗，一会儿是个鱼啊，那个玩意儿呜呜在那儿啊，口技，对对，口技能找吧？哎，我们有，找俩啊，这行，找一男的，找一女的，对口的，一个济南，一个济宁啊。口技，一男的，一女的，对对对，你别说连一块儿，来来来，哎，能找也行，哎，有唱大鼓的不？啊，不用，有找一那个那个梅花大狗啊。小狗你也找不着，再大的有吧？哎，那没有。什么呀？没玩大鼓？你取一团吧，唱那个玩意儿。哎，各种大鼓都啊，举个小笤帚那唱啊，小一笤帚，那笤帚都着火了啊！什么乱七八糟啊？那叫寒灯大鼓。对，能找吗？有有有。行，这个事交给您，我吧。有说的，有唱的，有变的，有练的，对，俩小时就行了。俩小时就成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那个先生，哎，一帮人上您那儿演去，对，价钱咱们谈一谈，啊，钱呢？还要钱呢？废话，这么一堆人上您那儿不给钱啊？这你们这玩意儿还要钱呢？我们都等了我们，哦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哦，那行，那要要钱要钱吧，啊，要钱那个他要俩不？您这怎么说话？你这是敢买的好话呀？什么好话？不是要钱，那是要脸。你要是要脸啊，演出费男的给你们都捐了，这捐了白去的。你们这脸上露脸的，啊，都要脸啊。要不要钱？把钱给你们。哎，要钱就不要脸了。得得了啊，您呐把钱给我们得了，不要脸啊。什么话那么别扭？这按您不先说不要脸了？要钱要钱，行行行啊，行行行，说好了。这个要多少钱呢？嗯，相声这么缺角，您得给20万。20万，对，1万、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，算什么呢？6万、7万、8万、9万、10万，对。这算什么账啊？这这我说20万了，20万，20万给你一个酒量，我就给他们，给他给吧，20万，20万，哎呀，拿钱去呢？您说吧，我想一想啊，嗯，今天几号？今天4号，你欺负人了你？啊？谁告诉你4号的？那不是没有这事吗？啊？你干的正合适呢，啊？啊？你干啥说大话呢？啊？不是您算吧，这是按啥打报？哎，这是4号。啊，再有2天，你们6号去，是吧？6号，这份儿对了，这7号到底几号？有6号。
六号啊，去吧，说准了，去吧啊，去吧，六号我们都去，去吧啊，我们几点去？你们六点，六点六点去，有车接我们啊，有车接你们，好好，到人家不远，在哪儿啊？这不，我们不去啊，我们俩太远，不是不远，德国大使馆啊。哦，使馆区内国大使馆呢？你这话说清楚，这个门往西，往西，往西，再往西，再往西。哦，你叫西方戒瘾的，是西方戒瘾啊？有人戒你们呢？他们都死鬼了，我有人戒你们呢？戒我们？啊、我们的大门脸上是两把刀，堂堂正正放的。是啊，回过就是德国大使馆呢。哦，他把这一点灯照着南门，亮堂堂正正放的。嗨，戒人这官，那哪个要灯啊？是啊，南门灯在这儿。嗨。你就甭比划了，他亮堂堂不去，哪们亮堂堂的？您这灯亮得了堂堂吗？能不能不亮？哪们那个货要是摆出来还得亮啊？是吗？豆腐啊，嗨，豆腐白呱呱的，嗨，好着呢。您是一豆腐房，上哪们那儿去吧？哦，把盒的一个豆腐不能喝呀？哪们开业呀？甭吹大气啊！这就是做豆腐的吗？早点去，早点去，早点去。说六点吗？八点开门，六点到。好，管饭吃，管饭。吃啊，我们不吃那个，我们这个炒饭啊，什么叫挑饭？我们吃饭，对呀、啊，饭。您说清楚，您的嘴不行，您得饭饭饭，佛安分。您就甭那么拼音了啊！你看我这是给您消息嘛，这是。跟我消什么饭？到南边去吧。哎，管饭吃，管饭吃，还是饭。里面先上酒，喝酒，一人一大壶，好，二十斤一壶，嚯，尿壶，尿。不吃吧，进点。嗨，那也不能拿那玩意儿盛酒啊。喝，吃，上菜。哦，有菜，有大菜。好，头一道大菜，嗯，乱棍大四不进。这什么菜？土豆盆拌猪头肉。哦，这就叫乱棍大四不进。吃。第二道菜，有点意思。第二道是拿盘子转下来。哦，一个挤脑袋，一个挤屁股，这叫时辰。是。第三道菜叫狗狗拉拉，狗狗拉拉，哎，黄豆芽炒芋头芽，哎，第四道菜最好吃的，什么呀？轰炸东京，轰炸东京，最爱吃什么菜？蘑菇肉片，好菜，蘑菇肉片，你甭起那么大，好吃这个东西啊！这些个东西弄好了，往上一供，你们还不能吃啊？怎么的？这净豆腐谁的？哦，不给我吃，你们吃，别这个摇风声啊！哦，还好，先上京研究劲儿。上了，头一个是死干哦，红豆腐、白豆腐、臭豆腐、辣豆腐，四盘豆腐死咸，什么豆腐丝、豆腐块、豆腐条、豆腐片，这都鲜吗？这死米线，苹果豆腐、胡萝卜豆腐、西瓜豆腐、橘子豆腐，这都没听说过这做法啊！这是拿牛筋儿，愿吃吃，不吃就拿去。怎么吃的？你上大菜，什么菜？四个厨子拿一大盘子，哦，一边走一边还得唱呢啊！街条看来灰呀。上一个大抢盘，大盛盘，哎，都是可了不得了。什么？过去上供给皇上吃的，怎么？你才轮着爷们呀？什么菜？要买这个烧饭，得早晨上好事儿。哦，三个劲儿一个的，七个劲儿一个的啊！买回来烧大柴火，续好锯末，过一个这两条水把这东西放在里边，拉到冰箱一点火，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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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手拿肘子打出来，搁在案板上，把这大刀弄好了，切了片片切，切了片片切，要切个五花三层。上面整的弄好了摆桌料，香菜末、韭菜末、辣椒末，拿鼻子一闻，这没下马，白骨肉，这都是没入。学生郭德纲、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、家乡父老们致敬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谢谢。您那边，我这边。看见大伙儿我就这么痛快，嗯，我打心里我就美得慌，高兴，我就好些个话我得跟你们说呀。
哦，见着亲人了，嗯，我一句都不藏着，您都说出来，我就翻出来，我都叨叨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说吧，那就我打胃口里边，我热热乎乎的，我哎，啊，您这个心情是不错的，但是有点恶心。我这高兴啊，高兴，说高兴的事儿。看见家乡父老，我是真高兴啊。好啊，有人对我们了解，有人不认识我们。嗯，这个人我觉得应该着重介绍一下。啊，您太客气了。于谦，我，哎，好，真的吗？这不是我捧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好。嗯，你说人家台上，嗯，说学逗唱，就这四门，哎，说还凑合吧，是吧？说还凑合，说还凑合。嗯，台下呀，就人家这个人性啊，主要是人性。哎，不错，不是我捧的，真的。你还捧我呢？嗯，我招你惹你了，都脆上了这儿。有一虫子，进了一虫子。嗯，什么月份有虫子呀？这我这个心意你是能明白的吧？我这大概明白了。嗯、好，真的吗？相声说的好。没有。有老师吗？有。谁？我们先生石富宽。你们先生石富宽，对，你是他太太，这怎么拎的？这是，我看我媳妇介绍我就这样。啊，我先生郭德纲，不，你跟他老两口子没嗨，跟你们这不一样啊。我们这先生就是师傅，老师傅哦。哎，好好说，得，相声是门艺术，哎啊，那当然，抨击丑恶，藿香正气，哎，还有药材是怎么的？那就还藿香正气，怎么说？弘扬正气，弘扬正气，对，好好说，嘿嘿，相声说好了也能够荣华富贵，是这样的，也能够养家糊口，对，人人都是如此啊。把您的工作干好了，嗯，错不了，当然。拿我来说吧，嗯，我今天来，我关键是我想给大伙花点钱，怎么着？有一位算一位啊，您有一位算一位，给大伙花点钱，今天不能白来。哦，我待会儿拿出钱来，我给大伙儿分一下。你要算钱？这哎呀呵，您这太大方了。但是有条件啊。嗯嗯，因为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，是不是？都是挣的。我有要求。什么什么要求？您要是愿意笑啊，我就给钱。那听相声都乐，也是分多少种，还有档次。哎，你要说扑哧一乐啊，小呲牙，我给50。这就50块钱，对，哦，哈哈哈，乐出声来了，嗯，给100，涨价了，看见后槽牙了啊，嗯，给200，啊，这大笑了，看见扁条线了，给300，有一位算一位啊，哦，有一位算一位，不管坐哪儿都算上啊，都算上，你也行，你，我们后台的也都可以，主持人、电工都行。有一位算一位，我们都可以乐呀。我这点钱花不出去，我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也行，我们都可以乐，是吧？你一样啊。啊，好好好。你会乐吗？我当然会啊。你乐一个，我也给钱。我乐也行。来，我来。来，小姐，行吗？来，越乐的越大，给的越多，是吧？乐的越厉害，给钱越多。好，来。这怎么样？5000。给那么多，都看见晚饭了。嚯，好嘛，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倒没看这台板是什么色的，是吧？不是透的。真好，给这么些钱，给我找一花钱的道吧，我都快急死了，知道吗？您就那么有钱吗？太有钱了，我啊！当然了，咱实话实说啊。哦，也不是一落生就有钱的。那当然。天下哪有一老生就是有钱的人呢？没有这个事，他是通过拼搏奋斗。对，我当初也不行，是吗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也穷啊，穿得挺破，哦，口袋里没钱，嗯，住的房子千疮百孔，哎呦，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。怎么了？外边小雨，屋里中雨；外边大雨，屋里暴雨。哦，有时候雨实在太大了，全家人都上院里的备雨去。啊？这都没听说过，到这地步了是吧？嗯，我很着急呀。哦，人家都有钱，我怎么就没钱呢？嗨，您得创业。我一定要创业。对，我怎么能有钱？嗯，我劫道去吧。劫道去？我买了把刀，找一旮旯。嗯，我那儿等着，忍着。来大姐，蹭我就蹦出来了。劫道，劫道。嗯，把钱给我。是。大姐哭了。
干嘛？下岗女工，越说越可怜，我给她5块。您这不够挺费了，这么干？这要是结半年，连房都卖了。是啊，不能这么干，花费太大了。嗯、啊，我一走呢，好些个大商场门口，嗯、天津。你说吉利呀，你说什么这些个、嗯、包括住的那金黄大酒店、嗯、我一走到金黄那儿我就掉眼泪儿。干嘛哭啊？这大买卖多的是我的。您就想瞎了这好眼吧。啊，我存钱、嗯、我买它。买金黄。我存了3月一扫听。怎么样？我连那门都买不下来。对，人是大买卖呀。你说这个玩意儿他可说不准。怎么？人没有穷一辈子的。哦，瓦片也有翻身日，东风也有转南时。我这么说您转运了？你光看郭德纲不行。哦，行一把给你瞧瞧。您怎么行的呢？那天走到北京啊，北京长安街上。哦，我正跟那儿遛弯呢。哦，溜达呢。打那儿过一辆车，是屎车。哟，我提鼻子一闻，呵，怎么了？这个香啊，勾起我的食欲来了。哎。您等一会儿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啊！您这想钱想糊涂了吧？这是怎么了？屎车会香？屎车呀、啊？怎么屎车？大使馆的车呀、啊！您倒说清楚了。啪！摔起一箱子来。嗯、哦。打开一瞧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怎么了？都是钱呐、啊！哦，全是啊！欧元、美金，嗯，一沓一沓的。哼，还有一饭盒。哦，打开一看，什么？都是钻石啊！这谁钻石搁饭盒里呀？啊？半斤一块的，那搁不了几块啊，可了不得了。嗯，我有这么些个钻石，哦，我能拉多少玻璃啊？呵，您老惦记做这小买卖，我了不起了啊！嗯嗯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，这一下我就是有身份的人了。对啊，是你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就不信，你先撂下吧，啊。有身份的人不这样，你管着吗？ 啊， 啊，我就是有钱的人了、啊、朋友们，我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。对，我看你们谁敢看不起。先下去，你们哪那么些零碎儿？这说着说着话，在家上炕上惯了啊，跟这儿没别甭。我这回我有钱了，嗯、啊，我要报复贫穷的时候。你这怎么报复？我玩命的花钱呢。哦，就是造钱。我造啊，我花钱如流水一般呢。怎么花呢？我玩命的花呀。嗯。我在吃上我要报复。哦，就是吃。什么贵我吃什么。什么呀？什么好我吃什么。点什么？削面。削面。拉面。啊、嗯。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。哎呵。哎。啊，牛肉拉面吃。刀削面。包蒜就蒜吃，哎呀呵，拿馅饼，啊，韭菜盒子，嗯，买枣馒头，啊，枣馒头，我光抠那枣吃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太糟践粮食了，嗯，我买糖三角，干嘛？热糖三角，好，我插一吸管嘬糖，哎呀，怎么想出来的这是？有钱我得造啊！我就这么造啊！我买那个碗的那种方便面哦，我买俩泡上的，是我买根肠子撅在里头，哼，我烤一大腰子吃，哼，一个大腰子，来大腰子吃 啊， 啊！我烤馒头片，呵，我穿带领的褂子，哎，以前的褂子都不带领是吧？买一斤西瓜，啊，论斤买西瓜，买酱豆腐，哼。买矿泉水喝，哦，喝矿泉水了。我倒要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。嗯，嚯，怎么样？兑水了。废话。那本身就是水啊。想钻我？嗯，我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哎呀呵，我有钱我。嗯，我了不起了我。啊，嗯，我存自行车，我不划价了我。存自行车还划价啊你！我上公共汽车，我也投那个真币，哼，好嘛！以前都穷疯了都，知道吗？我了不起呀、啊！嗯，我干买卖，啊，做生意是正道。不管是北京还是天津的、嗯、这些大商店，楼、嗯、了都，都是我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行了。有钱的先把身体养好了，都是我的。好好好，京津唐高速公路，嚯，我的高速公路您也买下来了，京沈，
您的我的，哎呀，经济，嗯，我的，呵，京沪，嗯，我的，哎呀，啊，甭说这个，嗯，连那个什么京九铁路，您的，铁道部的，废话，铁路呢？我说你卖给我吧，卖给我吧，部长直流眼泪，干嘛？出去！哎，流眼泪说这话，不卖给我，活该。嗯，我自个儿买车一样啊，买车也是汽车呀，你管着吗？嗯，我买40辆好车。什么车？奥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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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奥拓。哎呀，奥拓，行了行了，奥拓，行，这还没数够呢，甭数了，再数也是奥拓呀。我买40辆奥拓，买这么些这车干嘛呀？我都排好了，排一溜啊。我拿铁丝吊上，开起来跟火车一样。哎呀，你较这个劲干嘛呢？我就是跟铁道部怄气，这犯不上。嗯、我开车开腻了，我打车，哦，打车，哎，我打车，嗯，我打那个，我打6辆，打6辆，我一人出去半马路站满了，横着走，6辆车横着，啊，门子都卸了，干嘛？拿铁丝都吊好了，哦，我躺在后头吧，哎呀，你要掉下去怎么办呢？我就要报复，知道吗？报复，这个车坐腻了，我弄辆洋车，洋车，有一个电影叫《骆驼祥子》，见过吧？啊。祥子拉的那个啊，那洋车照那样给我来一辆，自己坐，黄金打造，纯金的，上面镶个钻石。哎呦啊，花多少钱？我来这个 啊，我这上面有脚铃，你懂吗？脚铃我知道啊，一边一个那个。对对对，脚踩着的。对对，一般的车几个？就俩，我这仨，仨脚铃。嘿，一脚踩一个，手里那拐棍杵一个。哎，这趟回来我比拉车的还累。哎，对，净杵那铃铛了没？啊。我找一个跑得快的人拉着我。我找谁？有一个叫刘翔的，世界冠军。你不是跑得快吗？对呀、啊，拉着我、哦、走，咱上宜兴府溜一圈去。哦，要掉下来你可追不上他。我带着枪呢，干嘛用？我打瘸了他，回来我拉着他回来。哎呀哈，这不是折腾吗？您不要羡慕我们有钱人，没有这事儿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我吃喝玩乐呀，嗯，我就是为了造钱，就是花钱。朋友说了，你这个能花多少钱？都说的是，你出去散散心啊，周游世界，哎，旅游一下。咱一听，对呀，对，我全世界这么些国家我都没去过呢，对，我得看看呢，嗯、对吗？北辰、东丽，是吧？霸县，你先分下。岔骨讲，汉沽，行了，楼台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都没去呢，知道吗？是你这地方您都没去呢，管着吗？您往外走一走，我上楼台给我看一看啊，哪儿有活呀？哼，我去玩一玩去啊。后来朋友们说了，这个还是近，就是还是近，你往那个半球看看吧。啊，我一想，那就是保定了啊。嗯，活这么大我才知道保定感觉在那半球呢。嗯。上有天堂，下有保定啊！谁说的？这都好地儿啊！有一歌夸保定吗？怎么说的？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湾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您说那是杭州啊？啊，杭州这是一个地儿吗？不是一个地儿。好、啊，分开了啊？什么分开了？我走啊！啊，我包长途汽车，哦，我奔保定，哦，看一看保定大好河山。去吧。啊，听说保定要跟咱们建交了啊？等会儿吧，你先生别说啊。那就是中国，是吧？我看一看、啊，保定满大街那都是珍馐美味、上等的食品。有什么好吃的？驴肉火烧，火烧驴肉，嗯，酱驴肉，嗯，素火烧，那、哎啊、就没加上，不就完了吗？这个，我吃啊！这有什么单说的呀？我乐意搁香菜，我就搁香菜，嗯，我乐意放辣子就放辣子，嘿嘿，你管得着我？没人搁管这个，你打我？我打你干嘛？你动我一下。你加一香菜我就打你啊。嗯，管得太宽了。你不敢跟我们这有钱人来劲儿，知道吗？是是。我一手一个驴肉火烧。嗯。我玩的命的吃啊我啊。好好好。晚上我下榻在保定国际驴火酒店。驴火酒店。老板原来是卖驴肉火烧的。哎，您也离不开这个。我都包下来了。嗯。这叫这摩天大厦啊。嗯。楼上楼下啊加地下室这3层楼。对。都包下来。不是。3层楼还摩天大厦呢，赶着够高的了、嗯、什么高啊，都包下来了，全是你的，全是我的，哦，把门都打开了，呵，晚上我提着闹表进屋，干嘛呀？搁在床头上 啊，铺好了被，捂好了褥子，嗯，躺进去、哦、3分钟，
表响，嗯，拿起了一瞧到点了，转着被窝走二号房间。嘿，哦，睡三分钟就换间房，这一宿才睡了四十多间房。嚯，我太有钱了。有钱好，有钱是有钱哈，嗯，这个觉少了点，嗯，哎，净串屋子了吗？早晨起来往餐厅一坐，嗯，这些服务员都站好了，就我一人。你包下来了？大桌子摆好了啊，嗯嗯，拿展布掖在这儿。餐巾。哦，行，也行，也行。什么叫也行啊？刀叉，嗯，什么鱼子酱、西餐、红葡萄酒、嚯，面包、嗯、奶酪、好、哦、糖蒜，哎，啊，糖蒜、驴肉、火肉都有。嗨、哎，我知道您准离不开这。吃，吃饱了，嗯，擦嘴。站起身往外走，嗯，服务员都客气，都鞠躬。哦，先生慢走。哦，先生您好。哎，先生干什么去？你管着吗你？哎，这嗨，哪儿那么些废话呀？你有功夫学普通话不好吗？你就是你也甭说人家。哎，我好好看一看。走走，走到保定大街上，我神清气爽啊，高兴了。有钱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啊，我痛快，嗯，美死我了都快，嗯。是啊，有打对过来一人，谁呀？七十岁的年纪，老头，比我高半头。嗯。圆脸，嗯，脸长得跟包子似的，知道吗？衣衫褴褛，鬓发蓬松，哟，看着是受了罪的人，要走到跟前，咕噔就跪下了，哟，吓我一跳，哎，嗯、别逗我 啊！你谁呀、啊？啊，德刚大哥吗？七十多岁，郭德纲，管你叫大哥，德刚大哥，哎呦，别逗我 啊！您七十多了啊，就是，爷们儿，您别逗，嗯。德刚大哥还这么叫？不是你谁呀、啊？你是？你说一说，我是于谦他爸爸。你先，你别说了。德刚大哥，行了行了，我别往这说了，还没说完了。什么说完呀、啊？啊，我爸爸管你叫大哥，我也是。我这别胡来呀、啊。就是跟谦儿我们关系这么好，乱辈儿。我不管您因为什么落在这般处境 啊，玩笑不能开。对呀、啊，起来兄弟，哎，应了。真答应啊！你不答应他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。你跪在这儿怪膈应人的是吧？嗯。他起来，怎么了？哎，问问什么事？别提了。啊、沦落在保定，回不去北京了。哎呦，不是这凡事有因有果呀。啊。您不是挺好的吗？嗯、说您老当益壮，带着一帮人干这个包工队的。啊，挣钱吗？在北京城给人盖房什么的，挺好。啊、跑到这儿来了，一言难尽。怎么了？我带着人上保定来应了一个活，包一工程。本来好事，钱也挺多。哦，一看图纸，嗯、让盖一个七十米的大烟囱。这活大呀！没黑带白干完了，人家来了一分钱没给。凭什么呀？图纸看反了，让挖口井。哼、哎！哎，不给钱打死都不多啊！哥哥，这一点都不冤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冤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兄弟。行了，别兄弟了啊！不是这，你这怎么干这个事儿呢？啊，你人就失手，麻又乱提嘛。这能错了吗？人都打跑了，一分钱没给我。啊，困在保定，我没辙了。啊，你得管我呀，大哥啊！行，别没完了、啊、是怎么着？我说得了，那怎么着？咱们这遇到一块了，我不能不管呢。啊，洗澡去吧。哎，洗澡换衣裳都弄好了，吃完饭是把他领回酒店，把经理找出来。来、嗯、来来来来，这个是于老先生。北京城说相声于谦他的父亲是吧到了这儿了啊，你别管别管因为什么啊、哦哦、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做、哦、他要干嘛就干嘛，你够朋友，我的钱就是他的钱、哎、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、哦、别拦着他、嗯、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们俩就是一个人、哎、啊，好，您不如说您就是我爸爸合适吗？什么合适？真硬啊似的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我是好意啊。什么好意、啊？我没想到慈心生了祸害了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那天我出去上街视察去了 啊。什么视察去了？我数数有多少个卖驴肉火烧的。嗯、数这干嘛？我再回来出了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你父亲太万恶了。什么事？给我来个卷包会。哟，所有的钱，所有的东西，他雇了一辆车都拉走了。嗨。我傻在这儿了，干这事儿分文没有啊！啊啊！
养狼当犬看家难，墨染楼丝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呢。嗯，我这一片好心成了狼心狗肺了。哎呀啊，这个老头太不应该了。嗯，我把你救活的，你现如今给我来卷猫会，我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我傻在这儿了。啊，经理也劝我，郭先生，你在俺们这儿花钱如流水一般，现如今你落魄，俺们不能不管你哈。就是，会计打开保险箱，拿钱给郭先生拿一毛钱。嗯，哎，一毛啊，攥着一毛钱走了大街上，我眼泪哗哗的。人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天气已经很冷了。哦哦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我还穿着一件塑料的皮衣呢。哎，塑料的皮衣，脚底下穿着布鞋，啊，抱着肩膀往前走，我怎么办呢？太惨了！马上来叫唱去，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。现如今我落到这个地步了。嗯，当初我大把大把花钱，这会儿谁给我一块烤山芋？就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啊！看透了，心里难受啊！嗯，就听着旁边噌，怎么回事？哪儿敲锣呢？啊，旁边饭馆出来小伙计，啊，端着一火锅搁在地上。哦，这是别人吃完的，嗯嗯，撤下来的。他这会儿拿出来是什么意思？这有什么意思？是给我的吗？啊，我一瞧这里边，哼，肉片、鱼丸、油麦菜，火锅还热着呢。刚着。哦，这是让我暖和暖和。好，我就别客气了，是吧？怎么不客气？我一把我搂到怀里边，啊，我迈开步就跑啊，拿走啊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嗯，到路口那儿修大桥。哦，没有人走，是坐在桥根这儿搂着这火锅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又伤心了，救了命了。对，我吃吧，吃吧，我别客气了。嗯，油麦菜，先吃菜，肉片，嗯，过瘾了，鱼丸，哦，找着，怎么？哎，跑了，都这样就别玩漂了，知道吗？就在锅里头涮涮，嗯，别逗啊，嗯，哎呀，有跑了，哎呵，你还是不饿，知道吗？这是鱼骨，哦，鱼骨，那也吃啊？怎么了？那谁的假牙啊？这位也够喇叭的，这位还有这么大大咧咧的人，嗯，也别扔，干嘛用啊？这安个把当养挠使唤，嘿嘿。全有用，吃吧，嗯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嗯，搂着火锅，嗯，这手拿着我这武器，啊，什么养狼，嗯，嗨，别提这个了。正在三睡不睡的时候啊，四睡不睡，啊，漏了睡了，这穷成这样还上睡了，嗯，迷迷糊糊啊，嗯，就听那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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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什么响？飞机响，偷眼观瞧，跟前停一飞机，嗯，门一开，又打里边蹭蹭蹭。回事，跳下十个大小伙子来，哦，每一个都是一米八的个儿，啊，刀砍斧剁一般齐呀，是啊，都穿着黑西装、白衬衣，打着黑领带，戴着墨镜，哦，一站站一溜，嗯，我心说坏了，怎么了？这是香港黑社会的，啊，电视剧咱们看过呀，啊，是是有那意思。这十个人站好了，一转身，咵，那么齐，一个扶一个肩膀，哎，来十个瞎子呀。吓坏了我了，这有什么可害怕的？黑社会抢我这痒挠来了，嗨，不要那玩意儿，我看着他们啊，这石头到我跟前一鞠躬，嗯，您好，哎，吓我一身汗，怎么了？我还以为是瞎子呢。是，感情会说话。对，这有关系吗？这瞎子那是啊，头一个冲我鞠躬啊，姑爷您好。姑爷，姑爷啊，哎，这个称呼很亲切啊，叫姑爷肯定是有姑娘啊。那当然了啊，我这会儿是灾星未退，色心又起啊。嚯，老天爷真睁眼了，认错人认到我这儿来了。是，这事还不能胡来。为什么？他不像认别的，认儿子认孙子这都好办。嗯，到时不对了，你瞧你占我便宜。是啊，你拿我当你儿子了，嗯，这不好，你这个庸俗恶俗低俗啊，这才可以。还怎么三俗啊？是不是啊？但这认姑也不行。是，你明知道不是，你跟人去了，对，兵帮五四打你一顿，这哪受得了去？占便宜。我赶紧说，我说你再看看 啊，你再看看，认准了。对，没错，姑老爷就是您。认准了，跟我们家走吧。哦，急死我们了，可找着您了。嗯，
说你别闹了，我现如今混成这样，我怎么回去？是全家人看见我，我拿什么话说？我老爷您怎么了？家里哪有别人呢？啊，小姐，那是您媳妇儿，老太太是您岳母，剩下都是我们这些手底下人。呵，寡妇老太太带一丫头，嗯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这事儿能干的这事儿啊？干什么事啊？走，我跟你们去。嗯，抱着我这火锅，拿着我这武器。哎呀，好嘛，上飞机。嗯，十分钟可就到了。哦，下来一瞧，我的天哪！怎么了？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栋，好大的一所宅子呀！哦，就跟小号的故宫似的，那么大。紧跟着门分左右出来40个人，雁别翅排开，嗯，鼓乐齐鸣，由打里边10个老妈搀着一老太太出来。哎呦，甭问这老太太是本家奶奶，怎么见得呢？你想啊，啊，她不能10个老妈搀一老妈出来啊！哎，废话嘛，这不是。来到里边，嗯，老太太瞧见我乐了，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！啊，可了不得了，说走就走啊！你瞧这身儿，哼，这嘎吱窝都孜然味儿的了。最好让他去洗澡去吧，赶紧洗洗吧。来到洗澡这屋，呵，啊，脱了之后下池子这通洗啊！哎，我结结实实的退。我一看这还摆着香皂呢，我吃3块洗3块，吃我打里往外这么香，好嘛，洗干净出来旁边有衣服间，所有的衣服拿过来往身上套，穿内衣内裤，哦啊，秋衣秋裤，哎对，绒衣绒裤，穿暖和一点，毛衣毛裤，啊，棉衣棉裤，嚯，皮衣皮裤，啊，军大衣，啊，皮大长，狗皮褥子，哎，全围上小坎肩儿，啊，哎，都穿好了。我说来人呐，嗯，把窗户卸了，把我搭出去。嗯，好嘛，走不动道儿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嗯嗯嗯，来到这屋大客厅啊，比这屋都大呀。嚯，屋里边点着9个大炉子啊，1篓多粗的大炉子。哎呀，就这火苗子9丈9，那么高，房梁子高是3丈3。哎，啊，全了了吗？那不是。开窟窿走火苗子，什么人家这都是？老太看着我美，嗯，真尊呐， 啊， 啊，话呢，人是衣胜马是鞍，西湖景配洋片，呵呵，不捯饬不好看。你看都穿完了，一瞧，好看了，他妈狗熊似的。啊，我纳闷啊，哎，大衣外面这背心你怎么套进去的？啊，你这是高科技啊！哎，甭夸了，实在是了不得啊！哎呀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你脾气太大了。是，说走就走，眼里还有我们吗？哦，旁边老妈子说了，老太太啊，姑爷一来走，二来走，为的什么呀？嗯，为的就是没结婚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日子就挺好，干脆给他们完婚吧。完婚？我一听今天结婚，我得琢磨琢磨，啊，怎么？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。她要是漂亮呢？漂亮，我就跟着忍了。啊，她要是不漂亮，我也忍了吧。哎呀。主要是喂饭吃，你出去挨饿强啊。嗯，院子里有人忙活，一会儿功夫花团锦簇，哦，有人搀着我走上2楼见小姐。我一瞧小姐这漂亮啊，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，好啊，冲我一招手，我垫不灵腰往前就走，嗯，啪嚓一声脖子也摔了，火锅也脆了，鼓这么大一疙瘩哟。你不是要结婚吗？那桥上睡觉呢，我做梦呢。